此前，美国总会在圣迪马斯市在市庆这一天，市长邀约志工来参加，而志工也设置摊位推广无省观念，也让更多人了解慈济。拿起做好的海报，要孩子们猜猜图案中代表的人事物，只要猜对就有奖。如何节省能源，都在孩子们的答案里。手上拿到的奖品，近思语也很有用。Get born and you think that what will happen to you after you die?Don't think about it, just let it go and think about now. What's happening now?慈济办的活动有趣又有教育意义，圣迪马斯市市庆活动当然不能缺席。今年市长更是亲自邀约。The good heart every day is a good day。你每一天有一个很好的心，那每一天是好日子啊。时时好心就是时时好日。这个就是我讲的。曾经到过台湾，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邵黛安很开心能和慈济美国总会在同一个城市。真的，我因为这些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感觉，你知道吗？人就是有很多爱可以给别人了。值得庆贺的日子里，和左邻右舍分享好观念，好的姻缘也就此开始。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朝红、万国华，美国报道。